我是王子，我也是王子。在传说中的末日那天，和王俊凯去深圳欢乐谷玩，然后进一个鬼屋被吓到。很喜欢帮助人，然后我跳舞不会跳，他也来帮。就那个 iPhone 5的耳机，他说那个 iPhone 5他买不起，他就送了我个耳机。耳机有在身上吗？啊，有啊。拿出来我看看呗。这个是史上最帅的、最可爱的人吧？对，这太对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因为种种原因，所以今天和王源在一起主持《原文在哪》，所以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啊！我操！我操！你自己要看，快点喝了，赶紧的。好嘞，雪已经积得满身。我就喝这个，不能喝这杯，哭啥？你唱过吗？致命一击，不能抗拒的王源，去吧。哎，老婆，这给我，我没弹的话给我。咱俩想把我们财产都财产过呀，对不对？对，想做一个 idol， 很合格的 idol， 是吧？是，我也是。对。什么奇葩想法？你现在要结婚吗？你说结婚以后再说。是啊，你现在要结婚。我理解错了。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在大街上你认过谁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我也没有。好。别电，你虽然电好了，这个就不可能看清了吧？这个就不用多说了。我要不要解说一下？因为这个地板的原因，所以比较高，这么一点点，对吧？对。气吗？不要。来，我要回来弹一弹了。啥了我这个？节目一哥，你们赢不了。所以说，这个游戏下周五你等着学校，我拿个麻袋，我跟你讲。马思源下面这样子。对，说的正香嘛，不然打扰了。
让他慢慢的。今天的威力就这么大，还没吃到它，闻到它就醒了。神速的上了两道菜，不对吧？是三道菜。哦，对，三道菜。先看一下这道菜，这道菜的名字叫……其实只有两道菜哦，听你一下就不相信。应该两个一起吃会好吃点。后面如果不好吃，咱们就生吞一个茶叶蛋。慢慢哭吧。然后他上体育课的时候，就好多女生在那叫啊，王俊凯你好帅，就在那一直叫。因为他特别爱哭。是，没，我已经八岁开始就没哭过了。什么上次压腿还哭了呢？就那种特别胆小那种，就完全看不出来他现在是那种这么调皮的性格。王俊凯对人又好又温柔，之前这一发微信告诉我说，就是这是我的主场，然后照我好。你是个小孩子会比较唠叨，是不是？他就比较麻烦，就是会拉他。就是想到我自己去拍了三个多月，然后小孩他就出来了，然后很久他就去一个地方，然后老是跑去拍照。睡觉，然后王源从另一个房间过来叫我们，然后就一直就叫我们叫不醒，然后就讨厌。我和你们不是一个类型的，但我帅是不同次元的。我们和你们不是一个类型的。我的天！我是绝对不吃大蒜、醋、咸菜。你一点都不吃醋？对啊。出去有事吧？招风耳，然后笑起来就特别甜，然后想你，对啊，就想你们，因为这么多时间没来少年斗了，去大家掌声欢迎一下。睡美人在干嘛？在拍宣传照。是不是有一种很帅的感觉？几个睡美人都在接受直播。什么睡美人？睡美人，每个人穿的都不一样。站起来，站起来。
打一个我心里是这么打，我接受不了。求求你好不好？好，鸡哥，鸡哥，他的眼睛。他在这里好惨，对不对？我请你吃好不好？你要我做的鸡哥是特别累啊。这不是说好，这不是没事儿，没有啥事，没事。因为他现在特别瘦，你知道吗？他也是。给他肉，我现在就不想吃饭了。哎呀，感谢王源让我领悟到了生命真谛。看起来他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，其实他的内心是一只躁动的猴子。能超越我自己的只有我自己。其实我也可以超越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哦，那个特别帅的一个，特别屌，他的腿很长，哎，不错，周杰伦，有点小怂，听到吗？可怕，听到吗？可怕，想帮你打劫。你呢？我也是。两个人还当同学。一心一意，一生一世。好棒！今天说的话不知道你会怎么想，其他的话你都是那么狠。我们还有一个十年。两个十年，三个十年，想未来要说的话。OK 啊，那我们下周见吧。为什么不能天天见？哼，这个傻子。到底谁比较帅？你觉得我帅？啊，我觉得我确实比较帅。他不是一个类型，他不色，是不同次元的。他什么东西？也没什么好处，就是要一直走下去。刚才和某人几个人好像把我的名字刺激到了，虽然我也拍了，但是我的照片其实就我一个人，哎，这个是差距。相信王源，我今天拼了，我条命了吧？来来。